用三只眼睛看世界，用第三只眼睛看美国。大家好，这里是波温看世界，我是你们的朋友波温。今天呢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首先呢，向各位头条的朋友、各位支持我的粉丝们问候一声中秋节快乐。上期视频谈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为什么那么少。那么对于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而言，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呢？的确，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我个人还是认为，无论是人多还是人少，应该说各有利弊。关键还在于你怎么去看、怎么去想。有的人呢喜欢热闹、熙熙攘攘；有的人呢喜欢安静、慢条斯理。但无论如何，你绝对不能吃饭的时候嫌人多。 干活的时候嫌人少，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恐怕有些人会对号入座吧。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安静和人少，因为人少可以让人展现出优雅，可以海阔运鱼跃，天高运鸟飞。所以今天的视频，我想谈一下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如何给骑自行车的人，当然还有骑踏板车的人，设计一条生路。 留下一条活路的，敬请关注和收看。大家注意看了，眼前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这条道连接着白宫和国会。在这条大道上，最近史无前例地增加了一条自行车的车道。这无疑是骑车族的胜利。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自行车道，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 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条具有极其象征意义的街道。在华盛顿呢，有超过大约百分之二的人是骑车上班的，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很多骑车上班族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在遵守所有交通信号的前提下，一直向前骑到自由广场。很多人把骑自行车和踏板车作为锻炼身体。 减少空气污染的最佳方式，甚至有人认为骑车才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尤其是华盛顿的市长芬提也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他领导的市政府计划把市内四十五英里的自行车通行道再延长一倍，并且呢，正在筹建美国最大的分享自行车项目。其实观察后，我们会发现。 美国首都华盛顿把自行车道设计在道路中央，因为美国的车辆呢也是左舵，这样呢驾驶员就能够对于左侧的骑自行车人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减少对骑车人的伤害。那么自行车呢在中间，使得自行车紧急避险的宽度增大了一倍，有限的车道利用率呢也得到了最大化。这个设计呢也反映出美国人呢以人为本、务实的一面。 做事讲究实效，绝不循规蹈矩。众所周知啊，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号称是“轮子上的国家”。但其实啊，美国也是一个自行车十分流行的国家，喜欢骑自行车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只不过，骑自行车在美国主要是一项爱好与运动，并不是日常生活的代步工具。美国人上下班呢？ 购物啊，外出啊，主要还是靠汽车。不过，这些年来，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加和人们锻炼身体的需求，在城市里骑自行车上下班也逐渐成为一种风尚，甚至成为一种风气。为了鼓励更多的人骑自行车，美国呢还有一个自行车联盟，甚至将每年的五月份定为自行车月，并将其中的一天。 定为骑自行车的上班日，比如说今年就是骑自行车的上班日是五月十七日。据美国自行车联盟的统计啊，全美国现在有五千七百多万人骑自行车。这些人呢，骑自行车的目的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包括健身的、运动的、环保的、休闲的，啊、呃，增添生活乐趣的。所以，喜欢骑自行车的人自发组织了许多的俱乐部、协会。 一到周末呀、啊，他们就规划出呃骑车的路线，大家在指定的地点集合，一出发少则十多人，多则上百人，也是声势不小。在人口密集的一些城市，一到周末，我们就可以看到路上到处都是这些头戴安全帽、身着五彩服的骑车大军，浩浩荡荡，十分惹人注目。当然了，政府为了给骑自行车的人一个安全、方便、通顺的骑车环境。 那么现在呢，不少城市都在开辟许多自行车的专用车道、自行车的共用道等等。说起骑自行车呀，也不禁让我想起我自己骑自行车的一段经历和生活。记得那是一九八四年，刚刚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了沈阳市的轻工业局，家呢住在沈阳的北边，骑车呢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所以。 每天都奔波在浩浩荡荡的自行车的车流中，有时候赶上下雨下雪，车胎没气，车子掉链，真的是苦不堪言呐、啊。尤其是面对着自行车道与人行道的混行，与汽车道的混行，危险真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尽管在随后的1996年，自己就开上了汽车，但汽车。 不仅占据了人行道，而且还占据了自行车道，让自行车无路可循。后来到了北京、上海，由于各种的限号、限停，加上堵车和很难找到停车位，所以开车简直成了一种遭罪。为此，也曾有过骑共享单车、换地铁、搭公交，最后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所以， 今天走在这种宽阔无人的大道上，突然有一种要飞的感觉。为骑自行车和踏板车的人设计一条生路，留下一条活路，就是善待骑自行车的人，不仅是善待平民百姓，更是善待体育运动者。有时候我在想，人少才能体现出生活方式，人多只能表现出生存方式。 挤公交、挤地铁、挤高铁，上下周转、东奔西走，即便是开个车，也找不到停车场，买不起停车位。所有看起来的方便，加起来就是麻烦；所有想起来的开心，做起来却是苦恼。所以，评价一个城市的优劣，不仅要看它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地铁高铁，而且还要看它有多少自行车、人行道。 有多少座椅和街心公园？目前啊，美国华盛顿的首都自行车分享项目共有一百多个停车站，有将近几千辆车。所以你走在华盛顿的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自行车和踏板车。嗯、呃，取车呢也非常容易，只要你把钥匙啊插入到任何一个停车架上，等绿灯一亮，再把握车盘一用力，这样呢车就可以拉出来了。 车的这个高矮呀、啊、是可以调的，呃，用完以后呢，你随便去一个停车场，就把它的前轮啊插进空的停车架里边，呃，绿灯一亮就表明完全停好了。整个的这个系统运作起来也非常容易。停车站呢也都使用的是太阳能，也可以根据需求大小来进行调节。费用呢大概是每天五美元，每年呢就是七十五美元，相当于每天。 二十美分，在美国呢，这个价格也是相当友好的，而且呢，头三十分钟还给你免费。在美国的街头啊，我看到有一些乱放的，但是却很少看到有故意破坏的。其实啊，当你走在华盛顿 D.C. 的大街上时，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城管。那么城市的管理靠的是什么呢？观察以后，我发现，一呢是靠每个人的自觉。 二呢是靠政府的无声之处的背后管理，自觉文明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顺着这个镜头啊去看一看这个马路两边，它有没有出现这种不自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认为，无声处的背后管理才显得尤为重要。简单一句话吧，只要你不违法，走在华盛顿的街头。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你，可以限制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低区的所有街道都是有盲道链接起来的。当你骑自行车或者踏板车的时候，真可谓是畅通无阻、无障碍通行。再加上美国的地铁可以搭载自行车，就显得更加方便了。而且，看着很多美国年轻人骑着踏板车而来。 真的是十分拉风，让人有一种冲动。所以，凡是有机会来美国华盛顿地区游玩的朋友，真心的建议你们一定要在把控好安全的前提下，体验一次骑踏板车奔驰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感觉。这种飞翔在宽阔大道中央的感觉，会让你体验到自由与奔放，会让你领略到欢畅与淋漓。 话说到此，我更加体会到，一个好的城市，不仅要是一个适宜于平民居住的城市，如果把话说的再难听一点，甚至成为一个适合流浪汉居住的城市。当然了，有关流浪汉这方面的话题，我将在近期专门做一期类似的视频，敬请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加以关注，而且。 还应该是一个适合平民游玩的城市。什么叫适合平民游玩的城市呢？简单讲，就是简约，还很开心，便宜，还不丢人。我呢，大致总结出如下几点，供大家参考吧。一呢，就是交通价格亲民；二呢，就是旅游景点免费；三呢，就是行走道路便捷；四呢。 就是休闲座椅齐全，五呢就是各种限制要少。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平民，带上你的简餐，带上你的饮料，带上你的二十元钱，你就可以潇潇洒洒走一回，快快乐乐玩一天。如果你花上七美元租上一天的自行车或者是踏板车的话，你有很多时间。 走遍华盛顿的很多景点。当你骑车走在华盛顿地 c 的大街上时，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点都不寒酸，一点都不掉价，真可谓是无限制有自行。其实啊，一个人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生活，还是在哪一个城市游玩，我们都要学会找到乐趣。 学会发现美，其实啊，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无论你游玩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要学会找到乐趣，学会发现美。我也经常收到一些朋友的私信，说你的视频为什么看起来总是美的，总是好的？你为什么不拍一些丑的、不好的地方呢？对此呢，我还真想说几点。 首先，我不是记者，没有发现热点的机会；其次呢，我不是网红，也不带什么方向，我只是将我的所见真实的展现给大家。再者，世界这么大，美国这么大，当然有不好的地方，有恶劣的景象，但你为啥偏要生活在这种地方呢？非要往危险的地方跑呢？正如习主席所讲的。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最后，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整天想的都是阴暗面，其心里一定是阴暗的。发现美，不仅能让自己更加美好，而且还能够取长补短，让家人们、让孩子们更加幸福，更加充满阳光和活力。我们能够看到。 不同层次的设计和管理，不是为了崇洋媚外，而是为了从中找到闪光点，以及为我们的生活增加创新的动力。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细微处见精神，在寂寞处找愉悦，在安静处寻寄托，在无人处显自己，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平民主义和文明生活呢？看来。 小小自行车，大大自由行。一条法规，一个倡议，一场参与，一种精神，一次行动，就让道路变了，思路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真的会让人们认识到，给平民设计一条生路，给弱者留下一条活路，也许会从一辆自行车开始，会从一条自行车道启程。 正如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战时笔记》这本书里写到的，真正的幸福，并非指事业有成或家庭美满那种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指的是不生活在时间的洪流中，而只生活在当下。只有活在当下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也许，只有当你站在踏板车上的那一刻。 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先播放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私信我，我将尽力给予解答。为了及时和不错过观看每一期视频的机会，再次欢迎各位订阅、转发和点赞，让我的每一期视频都能串联起你的每一次联想，与我一同。 寻找智慧的光芒。